小猫咪的眼睛怎么能有？小零食呢？我都是用阿莫的这款宠物眼部湿巾，湿润湿足，柔软舒适，温和不刺激，清理的同时还能改善泪痕问题。脾气不好的神经小猫也不会抗拒。一盒80片能用好久。做一只干干净净的发癫小猫吧。